遭受燃油泄漏事故影响的毛里求斯，为了防止漏油扩散，用头发配合甘蔗叶填充为油篮。毛国辉议员称，1公斤头发呢可以吸收8斤油。得知头发这么有用，当地理发店开启了免费剪发服务。有人晒出自己在理发店排队捐头发的图片，并配文"我爱我的头发"，但它还会长的。